好，我欢迎来到我代理的 listing。 这是一个 two bedroom 的 unit， 最大的特点就是 corner unit。 说到 corner unit， 我们身处在一个 bedroom， 你看我们的视角是不是单单的是可以说是270度的，我们可以从这边是北面、东面、南面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景，毫无遮挡。我们来到了阳台，在这里我们更能看到360度的无敌美景。我们里面的家用电器也是 high end 的 upgrade。 看看这个冰箱非常的大，而且有抽屉，非常的实用。旁边是洗碗机，我们看一下。再过去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炉头、烤箱和微波炉。接着我们来到了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是非常高档。首先，它整个墙面和地下都铺满了大理石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卫浴，它的花洒、它的浴缸，它整一套都是非常 high end 的、高档的，都是 upgrade。 这还有一个特点，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房子，只有一年多一点。新造的房子就是比较高，是9子楼顶。在这很大的空间的一个 closet 里面还藏着一个宝贝，大家看，这是一个 full size 的，这是很少的 full size 的 washer and dryer， 这一般在公寓房里比较少见。这套房子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，请联系我，谢谢大家。